歡迎咁多位出席今日嘅記者會。咁我截至目前為止，我哋就多咗一宗嘅確診個案啦。咁而家就係第51宗個案嘅。咁佢係43歲男子啦，就冇外遊記錄。咁佢係從事保險業嘅。咁住喺屯門嘅紫田村。咁佢1月29號開始咳啦，1月31號就有啲屙嘔啦。1月31號、2月5號同埋2月8號咧都睇過唔同嘅醫生啦。2月12號就去咗急症室屯門醫院，咁就入咗去然後今日證實係呢個新嘅個案啦，確診個案啦。點令到即係話處方，我覺得佢哋仲未算係一個確實嘅本地個案咧？咁問翻最新嗰個 case 啦，咁話同10幾個人有食過飯，咁有冇話相關嗰啲人會出現病徵？佢喺1月30號咧就同一共連埋佢咧有13個人食飯嘅。咁其中一個一齊食飯嘅姻親咧，就係第47宗個案嘅。咁佢翻工咧都係因為佢病咗，除咗睇醫生啲時間咧，都係有翻工嘅。咁所以佢翻工一齊嗰啲同事咧，我哋都會即係有10多個咧，咁都會幫佢哋做檢疫嘅。你好 TVB 啊，想問一下咧，而家係咪